热狗！哎，团长，你看人家十分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这个我想很久，不知道怎么干、啊。重点是看秋风413秒都干出来，你花更久的时间。我还想说，为什么是烧起来是烧死吗？还是这样？他是热狗，后面有翅膀，你们去看后面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说，这边有哎，小变成小天使啊，呜、哦，合理啊。我觉得重点是那个时间的对比。我花了大概快100秒在想怎么办。下一个，哎呦，从军中打电话出来，哭个半死啊！好可爱哦，好笑哇！哎，你牛好猛哦！对啊，太可爱了吧！太强了。好猛哦！牛头也要当兵回来报平安。哇哦！哇哇哦！来，让我们揭晓旷世巨作。烂头！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个帽子？这个当兵啊，军帽，你不要想歪。黑色白色是什么意思？牛啊，乳牛啊。乳牛有没有都是 白底啊，然后配黑斑点有没有？打电话嘞，打电话嘞！电话啊，前面这就是电话啊，拿手机打啊！这就是电话有没有？喂喂！我以为那个是浮潜管呢、欸。对，听我解释，这时间有限啊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呀、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哇哦！哇哦！电话不见了啦，好猛啊！电话没了，没有，至少越哭越惨。对，没电话了，哭到录音都没了，变汪洋了，好可怕，也太哭了吧，哭爆，他房间全部都淹水了，哭哭哭，这好猛，这好猛，饭团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吃的出来了！普罗旺斯风香料猪排，这个是柠檬啊，做柠檬，做蜂蜜煎，对啊，这是柠檬啊。完了，一开始是不是就歪了？撒西瓜来了，撒西瓜。做意大利面，怪我！哇哦，搭配猪肉晒西瓜子调味，撒西瓜子，那你怎么干这样啊？哇哦，哇哦，可是你怎么干那么辣的感觉？很辣，对啊，意大利面呢？那个辣的意大利面，因为我不喜欢。我一看就知道哦，小黑西瓜，你看你这小黑西瓜盖得多完美。还插在旁边，没问题，我完美的猜到啊！地狱辣猪肉汤面做小黑西瓜面，小黑西瓜面，而且都要用左，有没有？真的，一定要左一下，左一下，好像很有 feel。哇，好辣！这好辣，超辣！这个更辣了，辣爆！辣爆！说小玉西瓜片，啊、沒有所以小玉西瓜子辣。酱油，你不会左啊？酱油，我会左小左一下。哎，他明明就是右哦。右个头！柠檬变成小黑西瓜，这什么啦？酱油？到底呀、啊？鼻孔？等一下，这海绵宝宝怎么没鼻子？有啊！这是鼻孔。才是头号宝宝。头号宝宝是谁？对啊，是什么东西？争夺卡通之王的位置。黑熊宝宝不是卡通哎、欸？啊，真的吗？不然是什么？儿童节目，儿童节目，它是真人录像吧？对啊，啊对哦，没关系，太好笑了。
忘记要整整的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另外三个偷懒了？三个懒，直接这样盖了。哎、欸，我先从左边盖到右边的。哦，最后一个进化了，太可爱了！这个天线宝宝大战海绵宝宝的比赛。哎，这个我绝对没问题啊！强、哦、很强，可以。这就是我被秋风夸赞的，巧克力盖的，你看眼睛怎么？变枪蟹老板的海绵宝宝吧，他要一打四啊，他吓傻了，好不好？你看那个每个人头都有皱纹出来，真的吓，真的吓傻。世纪大决斗，哎，有没有完全猜出来啊？秋风懂吗？有啊，真懂，谁才是头号宝宝？中间就歪了嘛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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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，团团啊，就不止住一起，没有啊，还在一起吗？就是你，哇哦，哇哦，闪亮亮，神鬼，公然放闪啊！什么？还是打爱的相扑？打爱的相扑？团团自己猜的耶，没办法，一定要猜爱心进去啊！是不是你们就是把平常的猜进去了？你们平常猜干嘛？这个像样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变丁字裤？不是相扑啊，相扑相扑的关系，相扑啊，相扑只穿这个内裤啊，袜子也不穿鞋子啊。相扑，相扑就打赤脚啦，不会脚不会，哎呀，不会穿，不会穿，多穿了，多穿了，哇哦，哇哦，白痴，结果哈基盖这样，哎呀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，好包，这太可爱了吧。还有奶头，团团爸爸送花给哈基本们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哦，所以他们意思有没有就是从小到大，有没有？都长大，没有，没有，哇，绝对没有这件事，刚来的样子。小时候是宝宝就送花了，长大丁字裤送爱，最后呢就在房间里打爱的相扑。原来是逆回去的、啊，然后最后完美 get 皮就在一起了。哇，原来是成长史，哇，这是成长史啊！居然压轴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，太笑死了，笑死了，哎呦，好笑，吃下这些节目那些题目吧。哎、欸，谁盖这些红色的东西？我要吃狗了，太好了。我要吃掉牛了，我吃了好多哈基团团，自己出的，自己吃，哇，真的搞，哎呦，哇哇，赞赞赞赞赞，这是实心的哎、欸。实心的，热狗实心的、啊，热狗实心的，哇、哦，美味美味，哦、好饱、哦，真的超饱，哪里啊？还有半小时啊，秋风。还有半小时哎、欸，所以我们要更快了，更快，更快，三分钟吗？三分钟内盖完，三分钟，哇！我们要更快了，你一样要三题吗？还是你要一题两题？嗯，哎、欸，有三分钟哎、欸，哇哇，哎呦，太难了吧？那你要什么题目？三分钟啊，三分钟哦，嗯。你平常在干什么？平常在干什么？我怎么觉得大家都在撞题啊？都在赶影片，全撞都在赶影片啊！我的天！三分钟你可以做什么？三分钟可以做什么？可以，哎呀，可以，这可以吧？三分钟可以做什么？嗯，三分钟可以做什么？好，来，要限制字数吗？对耶，三分钟吗？三分钟能干嘛？三分钟可以干嘛？不要限定吗？
好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好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想题目啊？三分钟嘛，拜托，绝对没问题，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。要报仇了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你们要干嘛？我的好好懒哦。我觉得这个他应该盖不完。只有三分钟，大家。三分钟哎，哇！这完全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你家狗好 K。三分钟，狗可以叫几声？三分钟哎！问嘴了，大家三分钟哎哟。三分钟而已哦，什么？这太麻烦了吧？什么东西？等下拿饭可以用三分钟了。哇！等下酱油，你这个不行，这个太难了吧？这是洋洋哦，哎呦，干嘛啦？哎，他自己可以，他自己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这很日常哎。是啦，可是很难盖啊。哎呦喂啊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没时间抱怨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太短了，可以啊。我家狗还在生气。你家狗说只有三分钟，快点。冷战吗？这怎么盖？不是，这怎么盖？哎呦！我拿不到团团的头哎。我怎么感觉不太妙啊？这个，我想盖小一点好了。大家只剩100秒了。不是吧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？猜题是三分钟吗？猜题好像没有限。猜题没限的样子。听到猜题没限，87秒了，太快了，新了一点。哎呦，哎呀呀呀呀呀，怎么盖？可以啦，直接随手拿材料，随便乱盖。剩下一分钟，一分钟，太快了啦！太快了啦！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如果想让东西留在上面，我要丢什么药水啊？没有，丢就好了，直接丢出来就好了，丢出来就好了，丢出来就好了。对，它不会消失。你是要自留哦？我怕它不见呢。哦，它不会不见，它不会不见。不要吸回去就好了，丢出来就可以了。你只剩30秒了。太难了啦！耶！有啦，我这个盖出来完美哇！随便啦，就这样了啦，是这样的啦啊啊！还你，还你！太难了，那个时间太少了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相信大家都懂。然后大家还要按下去哦！哎呦，你的大家是指我吗，酱油小姐？我相信你，哇！我不相信自己呀、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在干嘛？哦哦，不是一堆数字是什么鬼啊？你看、啊，样样，它是一堆数字啊！看不懂啊！啊！我很尽量了。哦。啊！对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哈哈。咦？这样吧。动。这谁盖的？团团加油！好。
他要按。我跟你讲，酱油那件事情是要做两件事情的。哇，对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你自己出来。我出做完一件事情，要做另外一件事情，还能够怎么改？这是什么？要嘴一下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又要来了！哎呀，文总，哈？什么东东？等一下，秋风，这不行吧？东西啊，这太难了吧？不是秋风，这个要被黄标了、啊。我要被黄标了，这是假的啦！你可以不要盖成黄标。很难。交给你了。